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在这里呢，我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长远稳固的关系都存在利益关系吗？看明白这一点，就能看透人生。 人生在世呢，无论你就是喜不喜欢社交活动，你生而为人就是免不了的要跟人家建立关系，你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但是每次呢，你就对别人敞开你的心房，呃，示出你的善意之后，最终往往就是在关系里面不断的受伤啊，自我纠结啊，或是事后懊悔啊。 那到底该如何来面对人际关系这件事呢？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我要来分享一间冠军咖啡厅。 名字叫做星波咖啡旗舰店，这间店呢是位于中校新生华山艺文中心旁。它呢就是从一个小小的单车开始摆摊，摆到世界冠军哦，获得台湾咖啡大师的冠军之外呢，在二零一六年甚至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 WBC 的冠军，同时也是全球五十间最棒的咖啡厅之一。 门店呢是以老宅改建而成，那它保留那个原始的建筑结构，搭配很多的木质调的家具啊、摆饰啊。那两层楼的建筑呢，座位数蛮多的，但因为它名气实在太过响亮，我真的是去了两三次吧。 就是都是外国人，尤其最近可能疫情开放了，很多日本、韩国的啊、呃、什么东南亚的观光客啊，都一定要来踩点这个咖啡厅，慕名而来。那店家除了单品手冲意式咖啡之外呢，它的甜点也非常受到喜欢。 前阵子还在一零一开了新店面，那一零一那间我一直想去，但是一零一那间它的消费就是比较高一点，它是用包厢制的，你得要点到一定的低消。那因为它的 view 是好的那种那种高楼 view，所以它就是有要求说，如果你要坐在。 窗边的话，它有所谓的低消，低消还不是说饮料什么之类，好像是五百块、一千块之类的，我忘记，反正就是价格蛮贵的，而且是要先定位。所以呢，如果你就是想要去品尝这间新波咖啡店呢，旗舰店排队的时间比较没这么久了，因为他人也是很多，但是你可以用输入电话号码，然后他会打电话说看你就是后位这样子，那相对而言就是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但必须说。 他们家呢，就是甜点，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我吃过他们家的两款甜点。 这一次是吃他们家的抹茶卷，我蛮惊艳的。那个抹茶的香气是带点苦涩的抹茶，那我觉得配咖啡或配茶刚刚好。再次推荐给你，这件叫做星波咖啡旗舰店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我放在 IG。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线动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一些粗笔的梗图啊影片，所以一定要追。 追踪才看得到。好了，回到今日主题，长远稳固的关系都是有所谓的利益关系吗？第一点就是，双方得要互相需要，这段关系才会长久。 无论你跟就是这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啊，商业往来的关系，还是说朋友之间友谊的联系，或是感情里面的情感关系，举凡只要牵扯到人跟关系、这件事情呢，势必就是一定存在着所谓的利益交换。听起来你会觉得说哪有？怎么那么现实？但你自己仔细的去深思一下，刚刚讲的，比方说工作上你认识的一些客户啊。 或者顾客啊，或者你的同事啊，你的主管啊，其实它中间就是因为你们有互相提供对方需要的服务，或者是同事之间、主管之间，就是你刚好你的能力的公司欠缺，或是你的主管。 他看待你一定是认为说，哦，你某部分是可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是他可以就是把工作指派给你的，这样的关系才可能会长远的走下去。那刚刚讲到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多人可能有说，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啊，但这边所谓的互相需要这件事情呢，不是一定说哦什么资源的互惠，有时候朋友之间的确的，你会跟这个人交朋友。 就是以人脉的概念来说，你可能就是哦，他的职业或他他的工作，可能可以诶。欸 对你的职业方向或者对你的人生是有帮助的，比方是律师或者什么医生，那你可以请教他一些问题。那或者是有些朋友是你可能从小到大的朋友，他可能不一定可以给你实质的啊、呃，就是什么协助啊或者什么资源啊，但是他可以提供给你一些情绪的抒发，他可以就是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玩，有那种相伴扶持。那这样其实也是一种。 互相需要的概念，那更不用讲，感情里面也是，你的确一定要提供给对方他所欠缺的东西。比方，他就是欠缺一个人啊、呃、陪伴，他欠缺一个人就是可以称赞他，然后宠溺他，或者可以对他很好。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他那,那个照顾有可能是双方的、哦，一个人是喜欢照顾人，一个人是喜欢被照顾，所以就是刚好要你们两个互相，重点在于“互相”两个字。 互相需要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可以稳固的维持下去。那你知道，基本上你跟一个人会想要建立某一种关系，是基于一定的好感跟善意的前提，但绝对一定要是。 双方对另外一个人也要有所期待、有所求，这样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可以长久的啊，就是维系下去，然后才可以成立。否则，如果是单向的话，那可能就比方说你有求于人，但是那个人可能他他他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他需要的东西，他就不会想跟你建立关系啊。那只是你单向的期待而已。而只有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關，关于说长久稳固的关系呢，其实都存在了一点利益关系，就是二两人供给呢得要平衡。 如果你们有其中一方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就是毫无利用价值，举例来说，你可能觉得说，哦，你想跟伊隆马克斯当朋友，你想跟他建立关系，但问题来了，你的工作的内容或是你的呃能力，他完全不需要啊，更更何况他可以认识的超多专家，他可以认识更多呃出类拔萃的人才，他干嘛要跟你建立关系呢？就是你可能想跟他建立关系，他他不一定会想跟你就是拥有关系。 系，所以问题来了，两个能够真的成立关系跟走得长远的呃状态呢，就是一定是两个的给予跟获得在某个水平上面是要能够诶达到平衡的。这样的讲法，你可能讲说，可是我如果跟一些有钱的朋友，我永远就是在钱这块永远帮不了他，但是你就刚刚讲的嘛，你可以提供他一些情绪的价值，你可以提供他一些陪伴，陪他玩。 帮他解决问题，这些东西有可能对他来说，他可能不缺钱，但是他可能就缺一个能够陪他啊、呃，就是闹开心、陪他难过的人，听他诉苦。这也是你们可以建立关系的一个前提。所以，那个对等，刚刚说的供给呢，其实不一定说是同个东西的供给，有可能是不同领域的供给，但是一定要是。 互相有欠缺，刚刚互相可以满足对方的，而这个所谓的价值呢，就是刚刚讲的，不一定是实际的协助或是陪伴，有可能也是那种内心的啊、呃，你可以给予他满满的安慰感啊，或者是依赖感啊，你可以给他一种哦，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是个专家，那他跟你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啊、呃，就是权威的协助，那那个协助有可能不一定是实际的协助，而是你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很安。 担心样子，医生，或是你可能在某个领域你是专家，那你的一个建议对他来说就是可以。比方说，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你是很有名的 KOL，或是某个领域的权威，那他可能在这个领域才刚起步，他想跟你建立关系。的确，你可能基于某个啊，你觉得他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你欠缺的，你想跟他当朋友，那你可能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走的。 更顺利，或是让他觉得说哦，原来我可以得到你的那个称赞，得到你的赞许，那我可能就会因此有一点信心，或是更有那个期待自己未来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种那所谓的供需是。 无法把它真的数量化，或者是,是把它实际的拿去做分类的，但是一定要存在这样的状态关系才有可能稳定。你一定要能够满足对方某个，比方说情绪需求，或是他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他意见。那如果 问题来了，其中一方不断的给予，但另一方只收，但是不做事。就刚刚讲的，就是有一方可能啊，比方你跟伊隆马克思做朋友，但是你就不断的请教他很多问题，或是请教他就是什么金钱的协助，但是你可能对他毫无帮助。那这段关系有一天也会失衡，走向毁灭。感情里面也是，如果这段关系里面只有单方在付出，或单方喜欢另外一方比较多，那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就在。 这个关系里面委曲求全，牺牲了很多，但另一方可能就单纯一直在接受另一方的好，那这样的状态也不可能长久的维系下去。即便他短时间内可能会因为爱、因为喜欢忍下来，或是就甘心付出，但是久了就是人心，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就会那自我怀疑，或者就觉得说自己也累了。而就第二点，任何一段关系呢都是一种供给，要平衡。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长远稳固的关系都存在一些利益吗？就是三。 有好处才可以长远，这一点很多人其实都提过相同的概念。而且这一点真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关系，先撇除，你知道，在家里面的血缘关系，那血缘关系这个是一个羁绊。就今天他是你的父母，他是你的兄弟姐妹，他是你的呃亲戚，你们就是因为血缘层关系被绑住了，所以你可能可以相对能够做到，所以无私的奉献，或是啊、呃、没有任何呃获得，但是你还是。 就对他很好。 但是刚刚讲的这些其他的关系，比方说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情人之间、跟陌生人之间，就是你得要被对方需要，他跟你的这个相处互动呢，一定要多少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就刚刚讲的，有可能是实际的好处，或者是这种心里面的好处，或是那种啊、呃、需求被满足，你的存在才有可能有价值，而这段关系才有可能蓄留，才有它的意义。 存在，乍听之下，你可能会觉得啊，哪、哦、有那么现实？ 那这么的残酷，就是一定要所的有好处可以捞，否则的话你就不想跟他当朋友。但是你自己去回想，你每一个朋友，你每一个关系里面，是不是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刚好是你欠缺的？那他你可以从他身上去，哎、欸，仰望也好，或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去获得自信也好。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子。你看那个之前那个什么电影里面，很多女王风，他会结交一些朋友，但那些朋友他的心。 他真的就是把他当来就是陪衬自己，虽然听起来也很邪恶，但是你必须说，他其实从他身上去获得自己的自信啊，这这也是一种获得。但就是讲到说，如果你单向的只接受好处，你没有去给予的话，那这样的关系就是。 即便他对你再爱、再喜欢，或是他觉得这个人再欣赏你，他也会觉得说：那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无私的，他不符合人性。刚刚讲的就是撇除血缘关系这个亲情的羁绊之外，就即便是在婚姻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是太看重婚姻。所以太看重婚姻，意思是说，他觉得说我跟你结婚了耶，我们就是已经是夫妻了耶，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是你知道，一般人就是不要去考验人性，人。性。 性呢，就是。<music> <music> 即便你们在一个稳定的夫妻关系里面，你对另外一半一定还是要存在某个好处。那好处不一定说是钱上面的好处，而是你对他这个人是有实际的帮助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夫妻走到最后无法继续下去，就是可能某一方持续的在成长，持续在呃变好，但另一方呢可能就停滞，甚至就是久了之后，另一方就觉得我在被他拖着走，我在被他呃、嗯啊、扯后腿，或者我跟他在一起我。 我没办法成长，反而是我单方面在付出，在给他，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连情绪的价值都不给我，那这样可能就是夫妻就很难走下去。所以，如果一段关系要能够真的长远的经营下去的话， 就是双方要能够给予对方需要的好处，但那个好处是什么，就得要靠双方去沟通跟相处，才能够理解到，得要双方有努力要给予，那才能够长远的真的经营下去。而这第三点。 好啦，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三点来聊聊关于说长远稳固的关系呢，其实都存在着利益，就是你叫交换。那这个呢，如果你可以听得进去这个里面其中的奥义，你就可以通透人生之中的人际互动。那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听完这一集，你是否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是你的观点呢？即便你不认同，也欢迎到 I G 搜寻。其实你应该来跟我聊聊。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在资讯栏我有信箱，或是你可以加 I G。其实你应该。 咨询跟我联系。好啦，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哦。